虽然你比我小，可是我感觉你比我成熟多了。那是你跟子妍结婚了以后。那是因为你还没结婚呢。啊。 说真的，和子妍结婚以后，我感觉很幸福。我爱子妍，爱我的孩子们，家给了我很多的乐趣。我现在发现，我只要有一天见不着他们，我的心里就好像丢了什么东西一样，不知所措。 我可能天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吧，而你不一样，你是天生喜欢漂泊的。其实我也知道，我身上的浪漫基因是多了点，但是我又同时具有一种对温馨家庭的渴望。哎，那你跟张娟娟合不来吗？应该说，基本上是合得来，而且她对我还特别好。 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，从我进新时装开始，我的每一步都是他铺的路，一直到今天这个位置。那不挺好吗？那你还犹豫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一想到跟他结婚吧，心里就好像有个疙瘩解不开似的。我也弄不清楚。 你心里是不是还有雪儿？雪儿在我心里的影子，我怕一辈子也抹不去了。要不要我帮你跟她联系一下？不必了。我心里虽然还有雪儿，但她毕竟只是一个影子，而张娟娟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。我觉得她把我一生的路都定了方向。 我只能按照他给我规定好的路线走完一生。你看，我做出的成绩是他的帮助，我得到的升职也是他的帮助，甚至我花的钱都是他帮我挣的。不知不觉，我都失去了自我，想起来都有点不寒而栗啊。我可没你这样的悲观感受，你看我。 除了搞开发之外，把所有的一切都交给子妍了，我觉得这样挺好的。我还挺喜欢她管我。我呀，现在根本就不管她，给她充分的自由，她反而更惦记我了。差不多每天都给我一个电话。要是她一个月来不了北京的话，就一定托人给我带一件礼物回来。 这就是比我大十几岁的好处。哎，你跟江博士什么时候认识的？其实啊，在他去美国之前我们就认识了。他那时就挺喜欢我的，可我没往心里去。他从美国回来以后找投资对象，就住在我们酒店，我就把他拉来给我们公司投资。一来二去的，也就走近了。那你决定什么时候结婚啊？他呀，说是听我的。我想等通义软件搞出来再说吧。表姐，你们可真够快的呀！英汉互译刚搞出来，又搞通义，怪不得连我们的老板卡尔都说，洋鬼子斗不过土八路。 那你们就赶快缴械投降吧，至少你可以先过来投诚嘛。反正 IT 界跳槽也很不便，你干脆动员徐老师跟你一块到我们新视窗来。你也知道新视窗的实力和待遇，咱们哥俩在一起，在大陆就没有竞争对手。而且我们老板还特别欣赏你呀，少给我戴高帽子。 我自己有几两，我自己还不清楚。我说的是大实话。其实我们公司刚创建的时候，林志来找过我们。那时候你还在上海，颓废呢。其实对我来说，选择哪个都无所谓，因为我们搞技术的嘛，真的在哪干都是干一样的。可能是林志跟季总。 什么条件没谈妥吧？反正就这么吹了。嗨，咱们现在谈的简单，你跟你岳父大人直接过来就行了。你们在公司的股份如果带不出来，我们给你补上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是为了我，还有为了徐老师好。其实我也挺羡慕你们的。你看，要洋房有洋房，要汽车有汽车，而我们呢？ 现在还是挤在一起住，请个保姆都那么麻烦，咱俩有什么不好说的？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出来，好歹我也是一总啊！啊！再说了，卡尔为了把你们调过来是不会再要钱的。云涛，我想我的意思，你还是没有完全的理解，有种感觉可能你体会不到。 我们虽然是从同一所大学，我们一块儿毕业的，可是你首先进入的是 IT 业的国际知名大企业啊，而我呢，我是从地下室里面一步一步的熬出来的，那种对公司的感觉，那种对公司的归属感，我觉得你体会不到。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公司，是一个胳膊拧在一起，是大家流血流汗流在一起的大家庭。 就拿我们季总来说吧，当然我跟他个人也没什么恩怨了，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好领导，他对我们的公司同样倾注了很大的热情和心血。嗨，谈这些干嘛呀？来，咱还是把杯中酒干了吧，我还得在咱宝宝睡觉之前亲他们一下。哇塞，小王周，我真服了你了。 娟娟，你该回去了，这么晚了，别让老公一个人在家等啊！我就是要晾他一下，让他反省反省。我今天晚上就住在你这儿。不好意思啊，耽误大家点时间。我说一下，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工作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阶段，我希望大家呢都努力拼搏一下，把最后这个难关咱们一块啃下来。大家都知道，离新产品的展示会还有15天，我现在不得不宣布，我们的开发小组在这15天之内全封闭开发。 哎呀，哎，别垂头丧气啊！有什么要求你们尽管跟我提嘛！啊，哎，魏总，我给小小提要求，为了增加工作效率，是不是可以在机房里面抽烟呀？那你得问问女士了。哎，你说呢？嗯，行吧，好吧，那我们就舍命陪君子，豁出去！哎呦，谢谢！哎，只要让我抽烟，我一晚上干3天的活儿。 其实我也是。哎呦！哦，对了，哎，有什么问题啊？比如说，你们要睡的地方我都给你们安排好了，还有要吃什么呢？跟子妍说，还有换洗的衣服呢，都可以交给子妍，子妍负责我们的生活起居啊。看来我们要进集中营了。行了，起来干活吧啊！好，我跟凯尔先生一起出去，没问题。好，请进。 啊，我一会儿给你打过去好吗？好，拜拜。好，廖总，这是这次促销活动的文件汇编。哎，俊俊，廖总，请在上班时间不要叫我的名字。这我又外人，你怎么了？你有什么事吗？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？对不起，这是上班时间。哎，俊俊，喂，新世庄。 啊，是我。我知道了。来，同志们，宵夜来了！哎呦，哎呀，饭菜来了！小邢，赶紧来吃！太好了，饿坏了吧？饿死了！今天送什么了呀？疙汤炖牛肉丸。哎呀，太好了！同志们就是该补了。哎呀，那你今天这么辛苦，真是不容易啊！好了，先吃饭。来。好。 哇，想起来了，怎么进来？太牛了，都是这样的。好不嘛，这是远风啊，早就进入了，就是嘛。哎，呀，我搞定了，我终于搞定了。什么呀？怎么了？我做了一个小小的改动，就是把前后单词的范围扩展到正负5个单位，然后针对这一批数据呢进行适配，最终选取一个最佳词语，使整个的语义呢通过双向的匹配。 翻译结果呀，绝对一流！哇，可以啊，干点好事啊，真有一手啊！给咱们立大功，对吧？好了，这下咱们可以吃饭了。来，吃饭，哎，你吃我这个，得了吧你！哎，林总，我岳父呢？在里面正跟一个客户谈事呢。哦。 哎，林总，总裁吩咐我任何人不得打扰。他叫我来的。哦，我知道，总裁说了，您来了之后先等他一会儿。好吧，我在办公室。好的，林总。林总，这是几份合同和几份文件，如果您觉着没什么问题的话，请签下字。哎，小温啊，给我添点水。哎。 哎，今天来的是什么人啊？搞得那么神秘啊！听说是帝业证券公司的资金部部长汪洋。帝业证券公司，他们来做什么？咱们公司什么时候也做上金融业务了啊？这个我也不知道，我去给您添水。哎。 小姐，刚才我忘了告诉您，老板说晚上在朝晖园大酒楼啊，给您接风。我才不去呢！知道我回来都不去接我。哎，曾老板最近给我打电话了吗？没有，一直都没有。行，知道了。进来。林总，总裁请您过去。啊。爸爸，您找我。阿志。 超越公司股东持股比例，你了解怎么样了？啊，超越公司在接受风险投资的时候，评估自己的资产是2000万，加上风险资金呢是3000万，这样一来，他们的总资产达到5000万，风险公司占60%，超越原有股东占40%。怎么了？我已经问过汪洋了，超越公司在香港上市占60%，而且全部是风险投资公司的。 我不明白，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太有关系了，这说明超越公司里现在没有风险公司的股份。那这风险投资公司，它投资图什么呀？图什么？超越上市6个月，风险公司净赚6000万。6000万？嗯，利润这么大。爸爸，那我们为什么不上市呢？ 我在考虑的是比上市更有利可图的事。你说说现在超越公司的股份比例？我调查过了，徐文平在创建公司之初，自己投入了一部分资金，加上技术股，一共是8%。魏毅呢，也纯粹是技术股，这样看他也是8%。剩下的24%是亚太酒店总经理纪晓燕的。爸爸。 这里边，难道还有什么文章可做吗？我要做一篇大文章，题目就叫《飓风计划》。飓风计划？对。我们东升公司从四川北上，力量凶猛，如飓风登陆。好，好。不过，这次计划的具体内容是什么？ 哦，对了，还有您刚才提到这个帝业证券公司，他们跟我们有什么联系啊？帝业证券公司的情况你就别问那么多，一些具体内容目前暂时还保密，但是我会一步一步的告诉你如何实施。我耗费了巨额的开发费，好不容易研究出了升级的版本，谁知道102代一上来。 我们公司的产品差不多成了废品。102代新闻发布会将在下个月1号召开。我们不能坐以待毙，我要给他毁灭性打击，让他从此一蹶不振。毁灭性打击？对。第一步，你去找黄一轩谈谈。你必须在102代出来之前。 把这事儿给做了，林总，这事儿很麻烦，况且我现在又不在102开发组。这里边有5万现金，事成之后，还有20万进你账上。林总，其实魏毅对我真的不错，我真的不能再害他了。 他不就是借给你1套房子吗？啊？何况那房子的产权还不是你的。这事儿罪过大了。小黄啊，你想过没有？啊？你别看超越现在这么火那么火，有朝一日他万一倒闭了，你怎么办？ 是魏毅，你别老魏毅的，你想过没有？眼看102代就要出成果了，而你黄玉轩呢，却被调到了通义开发组。功劳全是他魏毅一个人的，你呢，根本没你的份儿。小黄，你在超越有股份吗？对呀，光他们一家就占了超越股份的16%，而你呢，你只是个打工的，什么都没有。你就不想有朝一日自己做老板吗？ 林总，这事儿辛苦了，辛苦了，来，宵夜来了。哎呦，嫂子辛苦了。哎呀，哪有你们第一次这么辛苦啊？子妍姐啊，今天给我们送什么可口的宵夜呀？今天呀，今天是川味儿的，刺激刺激你们。哎呦，好久没吃了。赶紧吃，来来来。这个，有什么好吃的呀？看一眼。哎呀，来，乐毅，先吃饭啊。嗯，好好好。 饿坏了吧？哎呀，哎，宝宝怎么样了？好几天没见到他们了，真想亲亲他们的小屁股。谁让你亲呢？早就不认识你了。哎，那我亲亲你吧，你再替我亲亲他们去啊。哎，你又没趁机，你也不看什么地方的。哦。哎，结婚的就不看了，没结婚的好好学学啊。吃饭都闲不住嘴，小心咬到舌头。 哎，黄宇轩，哎，你也来吃点吧。嫂子，谢谢你，我不饿。哎，一会儿吃完饭，把你们要洗的衣服都给我带回去。哎，嫂子，袜子能洗吗？什么都能洗。哎呀，太好了！哎，贤姐，你可千万别把我的跟她的混在一块洗，要不然呀，她的袜子把我的衣服都变了味儿。哎，我的味儿怎么了？啊？ 对异性有极大的诱惑力哦，怪不得趴在你身上苍蝇都是母的呢。黄雨欣，哎，嫂子，来，你也来吃点吧。嫂子，我真的不饿。哎呀，别不好意思嘛。虽然说你现在不是101同组了，可还是一个战壕的战友嘛。啊，来，你这，哎，你怎么玩起黑客来了？啊，那个我一个朋友那个主页被黑客给攻击了，我这帮他查一查。啊，来先吃饭。哎，好好，一会儿来了啊。谢谢谢谢谢。这菜味儿还不错。好吃好吃好吃。谢谢。肚也吃大了。这么辛苦，应该补一补啊。哎，嫂子您吃了吗？我吃过了。啊，您也没。有嫂子在，我们这边口福了。嗯。该吃菜多吃点啊。 来，人事。哎，你们注意一下啊！我现在开拍了啊。茄子，哎，你们慢点啊！哎，我没事儿，我真没事儿。来，看看孩子的，哎呀，我没事儿。小姐，你们放心吧，没事儿。谢谢。高兴。嗯。那你们走吧。哎，再见。那我先回去了啊。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打电话啊。再见。吴晨。啊。 好长时间没开车了，车钥匙给我，我开。小姐，不行，你喝了这么多，怎么能开车呢？我说要开就开，你把钥匙给我，快点！哎，你别拉着我。慢点。慢一点，小姐。 小姐，慢点，慢点。小姐，右身，慢点。小姐，我求求你了，稍微慢一点。当心车！小姐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踩刹车，踩刹车，踩刹车！ 我活得这么辛苦，云儿，还生爸爸气吗？你现在心里啊，就只有凌芷，哪还有我这个女儿啊？ 昨天爸爸确实谈了一个重要的事，这件事情要是成功了，爸爸全力帮助你搞时装，啊！谢谢了，不过现在已经不用了，现在好几家公司要跟我签合同呢。那是好事啊，莹儿。嗯。不过以后你也不要太任性了，不是小孩子了啊。爸，我怎么了？昨天我在朝福园大酒楼给你订了个大包间，请了那么些头头脑脑的人。 可是你却不到，你说让爸爸这个老脸往哪儿搁？爸，我也不知道你请了那么多人啊。再说，我也不想跟他们应酬。你这个孩子，大小姐，嗯，你的信。哎，谁来的信这么高兴？不告诉你。真漂亮。它只有戴在你身上，才会更漂亮。谢谢你，曾哥。这是对你获奖的祝贺。 曾哥，这么长时间，你为什么一直不跟我联系啊？怎么，害相思病了？你说呢？哼，我比你病得还厉害呢。嗯，你看我，都瘦了，相思癌晚期。你真会说话。前一段时间。 公司里出过点麻烦事儿，我心里很烦。他打电话传染给你。那，你现在处理完了吗？要不然，我怎么会第一个来见你呢？小姐，娟娟在吗？怎么，娟娟丢了？不是。什么不是啊？你要是真的把娟娟给我丢了，我可跟你没完哦。她来过你这儿吗？我真的对你太失望了，我把我所有的感情和希望都寄托在你的身上，可是你，娟娟，我知道你想结婚，可是我不想那么早的结婚，不想那么早的要孩子。那我们先结婚好吗？孩子可以晚点要吗？女人都是这样，说是不要孩子，一旦结了婚马上就要孩子，生怕老公跑了似的。那你是不是心里还有别人？是雪儿还是路易斯？你说什么呢？雪儿在美国呢，而且走了以后我们根本就没有联系过。路易斯我才认识几天啊！你别那么激动嘛。 娟娟，脱了衣服睡觉吧。你睡吧，我睡不着。小黄吗？是我。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正在想办法解密呢。好。事成之后，如果你能再给我烤一份母盘，兄弟，我再给你加20万。好。好。嗯。总，所有测试都完成了。好嘞，中午吃完饭之后啊，你赶快把母盘刻出来，下午刻盘厂里扔来取。好的，好吧。这样。大家伙听着啊，我们提前一天完成了任务，所以啊，中午我请客，明天咱们休息一天。走。哎，黄宇轩，哎，别干了，别干了，赶快带着你的兄弟走啊，我请客吃饭。不，我这还有一个那个思路，我正琢磨琢磨啊。看你汗都急出来了，哎，这有什么问题？我帮你看一下。哎，不用，你们也够辛苦的是吧？你还是带你兄弟啊一块出去玩一玩，这有我没事儿，真没事儿啊。去吧，那有问题叫我啊。哎，好。哎，魏烨，那个102母版出来，给我也烤一份。 没问题，肯定给你烤一份。一会儿母盘刻好以后，我让小徐呢把这个备份盘和这个密码一块都给你，好吧？好，咱们下一步不就开发工艺了吗？对，就这样啊！哎，好，走啊，小徐，干嘛呢？哎，怎么样？哎，一个大男人家哭什么哭啊？这次没办成，不是还有一天的吗？他们今天就完成了。什么？ 太好了，林哥，美容院的门脸都找好了，你什么时候投资啊？哎呀，过一段时间吧，我最近比较忙，哎，我有一个大项目正在运作。你总是忙的，你看你啊，脸上的皱纹都出来了。要是美容院早一点开张啊，你可以天天都来做美容，又年轻又精神嘛。 怎么？我要是老了，你就不爱我了？嗯、我爱，就怕别人不爱了。哼。哎，林哥。嗯。曾哥回来了。曾哥回来了。嗯。什么时候？昨天还来这儿了呢。嗯。这下可好了。怎么了？ 你过来，我告诉你什么？讨厌！下礼拜美容院一定开张，哎，真的？102代还没有上市，你从什么地方弄来的拷贝？你放心，这是真正的102代，我都已经仔细检测过了。我问你是从什么渠道弄来的？当然是从他们公司内部，60万的代价。你开价多少？200万，不讲价。好，我先给你一张100万的支票。第一批回款到账后，我再给你一张100万的支票。 第一笔钱我全都要现金，好吧，明天上午来取。好，铁子，你立刻把这张母盘送到厂里，先刻出5套模板，6个厂子同时印刷，压印。 200万张。小张啊，3个班连续干，明天清早必须赶来。明白。简直一模一样啊！曾哥。 你们现在做盗版的技术是越来越先进了啊！我们的设备是一流的，真是超越做梦也没有想到，我们做盗版的动作比他们还快。嗯，后天就是102代的展示会，如果我们能够在他们的正版出货的同时，把盗版也流向市场，我想，那对他们的销售绝对是一个沉重的打击。 不，不是同时，而是赶在之前，要在102代正式上市之前，就把盗版盘推向市场，给超越一个措手不及。你是说，在他们推出正版之前，就把我们的货发出去？对。我今天已经让下面的人向中关村和全国各地发货了，明天。 遍天遍地的，都会是102代。曾哥，你果真很厉害啊！啊！来，为曾哥干一杯。来，为我们的合作干杯。不，是为102代。干杯。不，为我们的事业。 来，哎，进来，哎哎，没事，来来，没事没事，来来，快快快，哎，慢点慢点慢点，哎，好，爸，10万张光盘已经全部到货了。来，咱俩来吧。包装打门的公司联系好了吗？嗯，联系好了。走，那好，那就先包装1万盘吧。明天展示会上，你得防备着展销商，他要抢货。1万盘恐怕不够吧？你想，联邦的李总今天就让我们送2万盘过去啊？那我让市场部的小谢给他们送去。行。 明天我们的一银通一旦上市的话，肯定会引起轰动的。嘿，我们的好运气来了。说真的，这段你真是够辛苦的。嗨，这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还不是靠大家一块努力呗。这次啊，我们一定要一炮打响。估计10万盘呢，半个月都能够卖出去。可明天这个展示会呢，是个重头戏啊，有上百家的记者，几十个经销商，所以咱们千万不能出差错。 爸，这你放心，我在每一个环节都派人详细的检查过了，绝对没有问题。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永远。